七股市同学会回味三个月啊，终于看到万五又回来了哈。今天呢，大盘因为鲍尔放歌，美股大涨的关系呢，一开盘呢就大涨超过了百点，盘中啊一度哦上涨超过200点，中场呢是上涨133点，收在15012点，成交量接近3000亿元，有2915亿元。好，今天台积电呢盘中一度攻到了500块钱之上，很可惜呢尾盘呢没有收复500块钱大关，不过呢依然是上涨的格局。鸿海啊，终于看到了动的迹象。之前受到郑州厂啊很多员工暴动事件的干扰，吼，股价都没有反应。哎，中国可能快解封了吗？今天股价也动了哦。那我们从这个 K 线来观察，吼，万五，我们台股一度失守又站回，吼，年线15864，但现在大家想要更贪心啦，不是要看年线，要看16000点。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呢？因为鲍尔终于唱高歌，让全球市场跟着起舞，加上啊，礼拜五要公布 PCE 核心物价指数，假设低于5%，有利于股市。所以呢，谢谢鲍尔，我们等了三个月，重返了万五大关哦。那刚才说，大家不是要挑战年限啊，更想要的是哦，有没有办法朝万六来靠近？杜金龙大师说，有四股的金流推动，包含了外资回补、中实户的金流力拱、外国主权基金拼绩效跟政府基金的加持。年底耶，那不就这个月吗？甚至有机会上万六。哎，老肖老师，是上万六有没有机会？可是有可能就这样一路不回头往向北方走吗？整体上呢，杜老师一直是我非常尊崇的一个前辈啦。问题是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一次鲍尔的一个谈话，当他货币政策走得比较鸽派，反倒是要提防，就是跟我们央行是同步，就是说你要提防未来是不是会有，通膨紧缩的一个压力存在，加上台股在近期涨幅非常的明显。当然我们可以正向，但是呢，正向的过程里面你要维持一定的警戒。好，我正向的过程要维持一定的警戒。那我们从这个台股的现在的架构来观察。那首先呢，因为美股肯定会影响到隔天台北股市的一个开盘嘛，所以今天晚上的美国股市会来得特别重要。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先举个例子哦，我们看这个区块这里哈，也就是说什么叫长红吞噬？所谓的长红吞噬，就是在 K 棒行进的过程里面，它上上下下形成一个横向整理平台，接下来出现一根实体的红 K 棒，把整个整理全部吞噬掉了。一般来讲，在形态里面 ，K 线形态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多方讯号。那么我们来看哦，好，在十月份出现一个长红吞噬之后，这是道琼工业指数，接下来是道琼出现一个非常彪悍的一个大涨。是，好，问题是因为只要形态出现长红吞噬，这种叫做极端，它只要告诉你我的力道强劲到一个不行，好，那既然是强劲到不行，那就不能跌哦。如果它是一个非常剽悍的多头形态，可是接下来如果是下跌的，那你就要稍微踩刹车了。我举个例子，我们来看，好，我们看左侧，不管是在今年的五月份跟六月份，它一样出现一个长红吞噬的 K 棒，吞噬的整个整理平台。可是接下来只要出现一个黑 K 棒，那就挂点了，那就肯定挂点。好，因为你是一个长红吞噬，好，一样，前方是一个整理平台。出现一根长红吞噬，接下来绝对不能跌。接下来就只准涨不准跌了。就是说，它只要出现长红吞噬，底价跟你讲，就是讲 SIK 比赛的。好，问题是我们像昨天，对，昨天的道琼呢，原本是大吃下跌的，是开盘之后往下做回撤，可是就在鲍尔的谈话之后，出现这一根这么大一根的长红吞噬，代表说今晚的美股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做修正。好，万一往下修正，反倒是要适度要小心。好，回过头来，那我们台股到底该怎么办？对不对？你说，那如果今天晚上的美股表现，一种是正向嘛，那没有问题嘛。那假设是负向呢？我如何面对明天的台北股市？好，一样，我们就以最简易的，原则上根本不用等到收盘。好，举例，我们看右侧，右侧这是今天12月1号的加权指数的一个行进。那么只要开盘后，我们马上就截图了，因为不重要了，是，因为该修不不，因为它就一定会跌，它不会涨，它已经告诉你我今天不会涨了。好，为什么呢？好，我们先看左侧，左侧是不是昨天11月30号？对，好，第一个记住哈，所谓的强弱关键就是你把加权指数一开盘，你不要管开盘量，因为它一定会递减。递减过程，你等单一分钟的最大量。好，举例，昨天单一分钟的最大量报在14718点。好，
结果呢，接下来是不是都守在14718？因为代表它就是一个多头的攻坚格局。好，反过来讲，我们讲今天哈，今天的最大量发生在15106点，是开盘之后，守了大概半个钟头，守在15106。接下来是不守15106，那就不用期待今天会涨了。就不用期待今天会往上做攻坚了，指数它肯定是向下做修正，所以整体上你明天可以利用这个模型，提供自己有个有效的一个判别。好，但是有时候台北股市涨多了，向下做修正，在这个时间点不见得是坏事情，对不 对？因为很多的个股慢慢的涨上来，你都没有参与到这些个股上涨的行情。那哪一些个股呢，在反而趁台北股市震荡休息的时候，可以拉回找机会呢？好，今天老师要跟我们讲的是充电桩的相关概念。为什么要看充电桩这个产业？整体上我们面对接下来这一段，就是说台股涨了远远超过2000点之上。好，现阶段我们如何去搜寻，最重要就是你所买进投资的标的，你笃定未来只会有利多，不会有利空的，所以你要去找成长型的。那这个成长型是全世界大家都认同的，你自己也接受的，这个叫做电车相关概念股。好，你有电动车，你没有充电设备，你有车也没有用啊。就好像是你拿一个手机，我请问各位，你一个手机要不要有一个充电器？要。你总不能说我们一家六个人用共用一个充电器吧？这绝对不是个办法。所以整体上，你所笃定的整个充电相关设备，会是未来这5到10年整体上它的一个需求只会往上增长，不会下跌。好，我们首先先看左侧，左侧叫做过去已经发生的案例，就是说 Bloomberg 针对过去呢，所谓的全球充电市场充电桩的复合性年增率达到32%，也就是说它每一年的成长幅度几乎以30%的成长。好，那既然是30%，我们再看右侧。是，好，右侧的部分呢，就针对未来的预估了。左侧是过去已经发生的，好，右侧是从2022年到2023年，不管从全球、欧盟到亚洲地区，剔除大陆到大陆到美国，整体上它就非常彪悍的，肯定是一个大成长，代表说你可以抓到一个主题的。你抓到一个未来大成长的主题，将会是在电车相关概念股。好，充电桩未来的年复合成长率哦，老师提供彭博资料，高达了32%。可是说实在话，充电桩的概念股，老师帮大家整理好多，这是怎么选啊？那整体上呢，理论上就不看台湾的部分了。为什么？因为台湾最主要必须由中油开始嘛，那中油的架构不太多了，大概就1000多支，所以呢，针对台湾预计呢，充电桩呢到2025年只有7800支。我要做国外生意啦。好，刚7800支啦，韩国高达77万，大陆也100万，日本15万，那欧盟的部分350万，那美国呢，到2030年呢，拜登这里预计呢要增加到500万支，不多了，其实真的不多。那整体上我们来看哦。在整个充电设备的部分，我们大概括分成三环，一个叫充电枪，对，一个叫充电桩，一个叫充电站，各有不同。你说有什么不同？充电桩里面包含了三个，不是只有电源供应啊，包括网络的一个资源，包括视讯等等等，所以这个部分会比充电枪来得复杂。是，所以这个部分呢，相关的概念股就会来得多。所以呢，我们有帮各位做个制表，就是说，那问题是这些个股，难道我现在就做进场吗？不是，而是在于我们要去检验，检验什么？你要找到会涨的股票，第一个你已经找到对的族群了。好，问题是族群这么多，我难道每一档都做切入吗？当然不是，你要去找到接下来有望立竿见影的，那让你渴望有非常明显一些收益的标的股。好，那我们一样看到这个表格就知道老萧老师最在行的，从50分 K 跟这个日 K 来找到得分比较高的标的。好，首先我们先找会涨的标的。什么叫会涨的标的？会涨的标的它一定会符合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在趋势指标里面肯定不会是负向的，不可能是负向。一会涨的股票趋势指标负向，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呢，我们就从几个角度来看，一个从50分，对一个从日线，一个叫 WMA 叫加权移动平均，一个叫 MACD， 一样给它一个50分，给它一个日线。那么因为我们用4个指标去做追踪观察，所以你的稳定度会大幅度提高。那这种过程里面，纵使你所切入的
那股价也许短线上可能会小涨小跌，那不会影响你。那怎么赚呢？你要去找拿到四分的哦，比方说到目前为止，在充电桩的部分有拿到四分的，到现在为止有康舒，嗯，有联华，有和勤，我、哦、这里还蛮多的 ，OK 哦，而且有广达、梁维、中探针跟和硕，这些是拿到四分的。好、嗯，接下来也许你会说，那像这个三分的怎么办？三、哦、分的当然也要关注啊，嗯，也就是他让三分冲到四分的时候、哦，那不是刚好是最佳的一个切入点吗？是啊，所以这些图表呢，哦，我们会放在我的 Line@ 上面跟大家做追踪。好，再来呢，什么叫做？WMA 跟 MACD、啊、是拿到四分的、嗯，好，所以我们来看哦。好，来首先呢，定呢对、嗯，我们先看最简单的哈、哦嗯，这个叫键核心充电枪的、嗯，各位请看哦，左侧这个叫 MA， 好，右侧这个叫 WMA， 哎、嗯，不赶快，啊，懂了吗？不赶快，它多一个字啊，对，其实这个叫 SMA 啊、嗯、，OK 哈、哦，一般各位你常用的会叫 SMA， 好、哦，就包括很多分析师跟大家分享的 ，MA 叫简单移动平均线，我们同时给它一个叫71。嗯，其实一样是71哦。好，我们来看哦，MACD 一定是在同一个点，就这根十字星这里、嗯，这里发生。好，以 MA 7跟11来讲，它是在十字星的右侧，这根，嗯，这根长红棒出现买进讯号，对，对不对？好，我们看右侧，好，我赶快哈、哦，嗯，你用 WMA 一样是7跟11、嗯、差多了哦，来、哦、，MACD 是不是一样在这个十字星这里？对，没错。好。WMA 是在这里就买进了，前一根就出现了。它提前你的 MA 差两根，嗯，不差差一二差两天，不是差100分钟了。哦，100分钟，对，那是50分 K， 对，差了100分钟。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用 WMA？ 就是说，第一个，因为呢它叫全值比重，它可以比一般的 MA 会来得更精准，嗯、并且呢稳定度相对来得强哦，不会、嗯、它稳定度又强又精准。当然，你如果用 MA 也可以，但是会有一点点的落差。嗯、差对哦，好，这是从50分 K 哦找到哦。哎 ，WNA 或是 SMA 设定值的不同呢、嗯，其实它发动的点位也都不太一样。那另外一个是再来，我们再看一档哦，电车有望在明年出现大爆发的，叫做6282的康舒。好，我们来看哦，分别从日线跟50分线做交叉比对。首先，我们先看在日线的部分。日线 MACD 它一直都是正的，它已经正很久一段期间了、嗯嗯。好，接下来我们看在日线的WMA 部分，它是在这里，这个对，这个出现买进讯号。好，如果 MACD 这里叫1分 ，WMA 这里叫2分，不行，你要等4分了、哦。好，我们来看右侧，嗯，好，右侧呢我们就看了50分钟的 K 棒，对，好。真正的关键买卖进出是会在50分，不是日线、嗯，因为日线有点慢。嗯，当它出现4分，就代表出现买进讯号、嗯。反之，如从4分掉下来3分，那你就可以走 了，并且你可以走得比市场来得快。哦、好，所以我们来看哈、嗯，第一个，首先它的 WMA 的部分在这根黑 K 棒出现买进讯号，这个 OK 好、嗯。接下来 MACD 在这里转正，所以也就是说，它在现在才刚刚出现标准。这里叫3，这个点叫4，是，所以在这里才刚刚出现买进讯号、嗯。可是买进之后，我们来看哦，各位看右侧，它是往上涨，对。可是有没有往下跌？有啊，跌有没有来跌破这个点？代表它确定进场了嘛？哦，一旦没进场，这个点就够破。是，那守在这个点，它已经告诉你，我要准备跟你来真的、啊。好哦，这个是康舒哦，老肖老师哦，用这个日 K 跟50分 K 啊，搭配 WMA 来做一个交叉比对，找到得分的方式。那充电站加这个充电枪哦，其实呢，它。相关的个股也还蛮多的啦，那怎么样用同样的方式来找到机会呢？跟大家做个补充了，因为、嗯、比方说我们举这个礼拜的礼拜一、嗯、我们针对金融股做了一个得分表，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昨天又针对网络相关的网通 WiFi 7又做了一个比对表。好，那我们刚刚针对充电桩，包括现在的充电枪、啊，哇，你说我怎么看得完哈、嗯？所以这些表格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那我们会持续，就是说，因为它会变动，嗯，那只要有变动，我们会持续在 Line@ 上面帮大家做追踪。好，的确，这个指标变动的速度很快啊。那大家如果觉得哈，这个教学的部分呢，来不及追踪的话哈，
另外呢，你对于相关的未来充电桩啊、充电站的行情跟成长趋势是认同的话，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呢，除了这个 CG 字卡用手机拍下来之外呢，老肖老师会在 Light 里面哦，随时看到有一些变化会做更新，提供给同学们。那大家可以参考画面上面我们老肖老师的大头娃娃，用手机扫一下 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 Line， 那接着跟老师稍微互动，丢个贴图哦，相关的资讯啊跟表格在 Light 里面就可以看到，然后可以跟老肖老师来做分享跟讨论喽。赶快聊一下，现在已经进入十二月了，年底的作战行情到底要看什么呢？要看集团还是看做梦题材呢？因为元宇宙啊，看起来最近这个族群呢又开始响叮当了，怎么样来做操作呢？休息一下，请问伟群老师，赶快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哦，全球要一起庆祝耶诞行情了吗？感谢鲍尔送上大礼哦。昨天呢，美国股市都是大涨的哦，道琼十月从低点以来呢，上涨超过20%，回到了牛市。那美国的中概股啊，也终于哦一吐闷气了。11月以来飙涨42%，刷新了新高纪录。我们看道琼哦，这一波以来涨了20%以上。那外资也慢慢回头，亚股跑赢全球，光是11月就涨了14%。那台股表现也很不错。那现在年底哈，剩下一个月了哈，这个作战行情怎么抓哈？集团呢，好像还没看到明显比较积极的发动，有零星发动啦。但题材方面呢，搭配集团要看谁，看的就是威盛集团了，因为他们有元宇宙的相关题材嘛。看到吉邦科技说啊 ，Sony Meta 新品要问世喽。明年 VR 装置从出货量会回升，预估有1035万台。法人认为啊，2024年元宇宙的市场规模会有8000亿美元。那宏达电昨天大涨哦，哇，看到了筹码部分呢，包含了、内资的元富买了7000多张，卷资比有57.5%。那威盛啊、建达跟卫数啊，昨天看到内外资都是有在买的。只是今天宏达电传出一个消息，说它的 VR 的部门要卖掉。这不是他现在唯一要赚钱的部门吗？怎么会卖掉呢？那今天股价受到这个消息拖累哦，开高之后向下来走低。那我想问一下伟群老师哦，为什么会有这个讯息的产生？那整体的这个哈、如果说元宇宙的行情在年底有机会发酵的话，怎么样来做相关个股的追踪跟掌握呢？好的，我想其实昨天美股的一个大涨，让大家都很开心嘛。好、那甚至其实以道琼来讲，它已经反弹超过0.618%的幅度。那如果以技术面来看，其实是回升的行情。嗯，好，就像我们上个月讲说，真的涨2000点还不够了啊。那当然了，你说近期来说，其实就是融券会比较多，所以有点集团做账甚至轧空的行情。那当然，今天大家比较看的就是宏达电。对对对，那新闻也出来啊，告诉各位 VR 啊，元宇宙是未来长线的趋势，年增率都30%以上，这绝对是趋势了啊。但是因为你说要抢到这方面的一个获利或商机，台厂是比较没有机会，因为毕竟都是被大陆代工厂抢走的，反而是零组件的厂商。那当然，我们昨天提到的一个威盛集团，它就是有这样的题材，还有轧空的条件。好，那当然今天看到宏达电是开高走低。对，那我刚刚特别问一下我在宏达电的同学，有没有要卖这个 VR 的公司？这不是要赚钱的部门吗？好的，我想未来即将赚钱的部门。啊，特别问一下我的同学了啊，应该没有人知道。那他说，其实就是新成立的一个设计部门啊。就是宏达电，因为它是代工嘛，它是制造，它现在不是代工，它是制造，但是它的设计的部门它是新成立的。是大陆有些公司对他们有兴趣，那这样很不错啊，代表他的这个设计公司有得到市场的肯定。对，那其实这绝对是长多了那当然，其实昨天看这个筹码这些应该很多都是隔日冲了。很多人隔日冲。对，那券资比那么高，我觉得今天放出这样的消息，把宏达电开高走低打下来。我个人认为是空单想要回补。是空单想要回补。那如果说明天这些空单有些不补的话，再嘎上去，那可能就会很凶了。因为毕竟第一个技术面，你看宏达电，它来到前波高点压力区嘛，这边一定要整理嘛，对不对？那再来，你说有没有爆大量？也没有，还好。那券资比又这么高，那甚至我们看3504啊，不对不起，哪一档？3504呢？阳明光、建达6118啊，6118建达，建达是涨停啊，对，集团涨停啊，是3508，3508位数，位数也涨停啊，
所以代表说，其实这元宇宙的题材热度还在啦。啊、那宏达电只是受到这个消息干扰，老师说是空单想要回补打下来，但另外两档就是扎扎实实涨停给你看。对，那甚至里面最强的，我认为2388的威盛。2388威盛。对，因为威盛算是中国去美化一个很重要的厂商、晶片，而且又有车电。对对、哦、那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威盛反的。这边比较，它算是获利比较实在了。你说宏达电要赚钱可能比较难一点，先炒梦嘛。但是威盛来说，有可能，哎，因为营收也慢慢增加了，甚至它要转投资威锋。对，哦，所以接下来你要，如果说一整个集团的轴心股。当然是2388威盛，对，2388。老师说威盛除了搭上了宏达电整体集团的作战行情之外，它也有这个中国去美化、去中化晶片的利多。那讲到这个讯息哈，等一下来看一下，老师会针对哦，哎，台积电啊，下礼拜有这个移机典礼了，那美国这边又有新的动作，可能要对中兴来开刀。那台湾厂商哪一些有机会捡到枪呢？再来做关注。先从台北股市来观察哈，哇，这一波的上涨动能哦，杜大师。都讲要看到万六，老师你认为呢？短线上面技术面是不是 有利于台北股市继续上攻？好的，我认为仍然是上攻格局啦，毕竟你说真的啊，前波在先涨了2000点之后，对不对？我说会不会再涨啊？0.5到0.618，其实你看道琼已经过年限了嘛，甚至我们看费半好了，我费半其实已经快到年限了，其实那费半跟台北股市比较相关，对，我们看费半，其实这条应该是半年线。应该半年线也快到年线，哎，对，那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到年线16000？哇，我觉得有机会 所以这边当然最重要的指标还是要看2330的台积电。好，2330台积电哦，美国现在哈拼命的跟台积电招手，那华为跟中兴就没好日子过了，除了进晶片之外，还要进他们的网通设备，下一步再进中兴的晶片吗？对，我想真的拜登是蛮狠的，所以你看嘛。先进华为中心，本来美国还有偷偷的在用，有些的厂，有些州收，甚至有些的大学，因为真的便宜啦，你不用不行。那所以你这次真的很狠的话，你看到华星光他们，对，好强 这些光通信组以前都被中国打趴的，对啊，反正现在贵，涨这个就对了啦。反正你看4979华星光，光环啊、华为中心的通讯设备美国不能用，4979，四九七九，以前是根呢，对，以前80几块，这几年都跌到10几块。那你看到美国打压中国之后，你看到哇，竟然华星光喷上去了，就是有这样的题材。所以当然啊、你看如果进中兴的话，联电、立积电，对，世界先进，就有点赚头。我们前阵子就讲过了嘛，对不对？甚至你说像旺宏、华邦电啊、甚至你说记忆体也是有，也是有转单的效应啊、所以这边你说。整体的指数，这些光是这些垫高，慢慢垫高就够了。对，所以这边我觉得指数就是慢慢垫高了。好，那另外看一下这个最新的中国晶圆厂的状况，是不是真的不是很理想呢？对，那当然现实当然就是手机 PC， 各家都说不一样嘛。有人说上明年上半年，有人说要到第三季嘛，就是看库存调整或者产品线。所以这边反而 IC 设计前阵子跟各位报告的，我说不要杀低了。但是现实反弹上来了，有些股票哎反弹了，你就要来到一个满足点，你开始要做调节了啊、因为毕竟每个产业不一样，每个报价也不一样。譬如说驱动 IC， 去年真的涨到天上去，那时候也提醒各位不要追了，而这次跌得很深，对不对？不要杀低，但是弹上来，你回到一个正常的报价的水准，或者说正常供需水准的时候。对不对？你还是要尊重它的技术面，还是要尊重它的产业面，不要过分的追价。好、哦，我徐老师的叮咛哦。那我们先从台积电来看，好，我想台积电如果以周线来看呢、啊，周线是很漂亮的、啊，你看 MACD 才刚刚开始而已，对，哦，甚至融券哎，最近是融资减融券增，筹码面也有利多方嘛，所以你看这样的形态，其实它还没走完。但是我们回到日线来看，好看日线啊，日线前几天我们说希望它回到这个八爷，很多人是希望回到这个前口要来买啊，对，但是它就不回，它今天跳空开高，对不对？如果说以短线来看，已经第三个跳空缺口了，有没有？是，你看以台积电来说，短线每个都还蛮大的，对，都不止哦，这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已经四个了，这边是超跌区嘛，那这边有一个突破的缺口，我认为啦。是有机会来做个回补，
哦，那如果说补这个缺口的位置是适合加码的吗？我个人认为是的，等不到470就对了。对，因为毕竟啊，你说要真的跌到这么深，那指数可能要跌个蛮深的位阶嘛。嗯哼。那你现实的状况，你指数要这么大跌的机会不高啦。嗯。对不对？你看这个轮动都很凶了。嗯。对，然后你说接下来下礼拜啊，重头戏哎，重头戏，拜登跟张忠谋要同台，大家都要来做多的台积电，对啊，是不是？那有可能再喷一段，因为毕竟你说台积电真的太委屈了。嗯，好，那另外看到这个哈，鸿海家族当中，老师认为可以留意的是富鼎。好的，我想鸿海集团造车这个长多也没有结束了哈，你说广宇啦、以盛啊、宏准啊、宏准啊，甚至普成啊、建汉等等啊，那我说。当然里面啊就是内外皆美的就是富鼎，因为毕竟富鼎来说，对不对？车用的 MOSFET 啊，甚至第三代的半导体，我们看刚才老肖老师说充电桩是，对不对？那里面最重要是什么？第三代半导体，快充嘛，对，所以你看到今天汉磊也动了，第三代半导体，你看台半，对不对？这些啊，甚至强茂28的强茂，有没有？他们都布局，其实都在往这边走，所以。当然哦，你说鸿海集团里面受惠最大一定是8261的富鼎。好，8261的富鼎，哎，反而是拉回位阶算低，可以来留意就是了哈。伟群老师的叮咛，那记得伟群老师，你昨天有说哦，电动车概念股哦，不只是特斯拉哦很强势哦，一大堆的追兵哦，中国大陆品牌哦，哎也是哦，出车啦，卖车做得很积极。那老师，你昨天在 Light 特别讲说，有小鹏汽车概念股哦，可以来做留意。那如果有加 Light 的话，应该都有接收到老师的讯息，对不对？对的，没错。我想大家都看 Tesla， 我说，其实接下来，因为 Tesla 毕竟它的本益比太高了，是对。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它的一个实际的发展状况。但是反而中国大陆的车厂慢慢的变强，而且又便宜，爆发力又大。那当然，我昨天特别提到有加 Light 的同学。对不对？我们今天会提供一档小鹏汽车的概念股。它是做什么的？它说电池盒的扣件。电池盒扣件。就算电池盒相关的零组件，就跟以前那些可成那些一样啊，做算机壳那些东西啊。那打入小鹏汽车，它是敏实集团。敏实集团的啊，敏实集团是大家可能有些同学很陌生啊。其实它是台湾的厂商，但是它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零组件的厂供应商，那它。之前有投资一档6283的淳安，如果说6283之前如果提供到淳安的话，那时候淳安有没有？我们把月线打出来。好，月线打出来。淳安是不是做车灯的？做镜头。做镜头。做镜头。你看啊，淳安以前你看3块多，敏实对敏实集团入主之后，你看3块涨到76块，是做镜头的。车用镜头。对，甚至技嘉集团4年前也有私募在40块左右。是。那。金雀就是做相关的啊，小鹏汽车的相关的汽车的扣件。好，那你看到今天股价对，10月营收就大增了，甚至明年才真的大爆发啊，所以明年才大爆发。对，所以今天在盘中我们看江波图，好，看江波走势图，在盘中在大概在46块左右吧，我就跟各位同学来做个分享，所以这边还有很多相关的比较中低价的啊，汽车相关的概念股，如果有兴趣，也都欢迎加我们的 Light。好，那另外呢，这个 IC 设计部分哦，今天看起来蛮多档个股蛮强势的，包含了智元。好的，我想智元当然3035了啊。那我们说，其实联电好它就好了，但是它最近的走势就比较温吞，毕竟来说它没有3443的创意爆发力这么大，3443，对，因为创意是有轧空，不过今天还在涨，轧到这边来说，你看到其他创高的能力也慢慢的弱化，消退了，对，对，因为真的做多的也不敢去追啦，那这边就是我们找一些低涨，你看今天2379的瑞昱，2379瑞昱，瑞昱整理完就不错，被外资降平还大涨嘛，联发科也不错嘛，2454，我说联发科一定要来到缺口嘛，我们把这时间拉长一点，对不对？你看，今天已经快来到这个缺口了，已经快来到这个缺口了，所以这边反弹上来，低档叫各位不要卖，但是反弹上来，慢慢的要找卖点做个调节了。好，那另外生技股哦，今天呢早盘本来没有什么样的人气，突然在盘中有一档个股向上急拉，攻到了涨停板，那就是6589的台康生。那为什么呢？不要忘记了12月1号有这个台湾的医材医疗大展开展。那总统蔡英文有去现场发表谈话他看好未来呢这个医疗产业在台湾的需求跟未来的潜力。
哇，今天股价就涨了，生技股今天动起来是因为这个吗？啊，应该是啦。其实他们就是我说都是蓄势待发嘛。我昨天还特别提到，你看台钢生这个高档整理，就这样一天就过高了。对，他就等一个，他现在等那个乳癌相似药，对不对？他其实今天蔡英文哇一点火，哇就上去了，马上冲上去。好，甚至4162的智勤也是。对，昨天没反应，今天大涨，今天就端上去了，就端上去了。那甚至你说宝瑞，6472的宝瑞，你看整理完，他们还是慢慢的哦，边拉边洗哦，那甚至1795的美食1795，有没有？对不对？你看被关紧闭，它龙卷不补哈，真的这些主力就很好去做个拉伸，是啊，甚至接下来就4743的合一，4743合一，来看一下，那你看合一其实周线非常的漂亮，有机会再走另外一波轧空的走势。好，非常感谢伟群老师哦。今天包含针对了这个 IC 设计族群啊，还有元宇宙相关个股，还有生技股哦，年底的作战题材啊，哪一些比较有机会的标的所做的掌握？那刚才老师讲的，电动车里面不要只看特斯拉，小鹏汽车概念股今天精确攻到亮灯涨停板了。怎么样掌握未来呢？这个潜力股的机会呢，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我们伟群老师的大头娃娃，用手机扫一下下方的 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 Line 哦。那记得跟老师互动一下哦。相关内容早上伟群老师有空的话，就跟在 Light 里面跟同学们来做分享啦。好，11月份呢，好多股民们都还蛮开心的，指数啊喷了2000点。那12月行情怎么走呢？年底作战行情，邓老师说还有机会。如果说这几天指数有压回的话，股价有压回的话，要来早买点。邓老师今天有新的名单要提供给大家啦。休息一下，锁定57股市同学会。回到57股市同学会哦，下个礼拜哦，我们刚刚老师开玩笑是大台积日，12月6号哦，因为哦，你看画面上面这堆人呢，都要聚集在这个美国的台积电的移机典礼上面哈，那台积电的上机典礼，拜登要出席，白宫确认了，包含了商务部长雷蒙多啊，那 CEO 魏哲嘉跟董事长刘德英，还有创办人张忠谋，拜登都会到场哈。那台积电董座也谈了半导体的发展，他说啦，巴菲特买台积是真的是独具慧眼，所以呢，小股东们你们也是独具慧眼的。政府应该稳供电，关心5年后电够不够。那1纳米会留在台湾，不会有技术外流。而今天碰上了鲍尔放歌，神山一度重返了五字头，这是创下挂牌以来第八大的涨幅。外资也回补了9.5万张。邓老师，我想见应该很多的同学又问你了，老师怎么到500块钱了？那什么时候可以买台积电呢？好的，今天在早盘一冲到508，其实除了我们自己的会员。还有新同学都打来问，在 Live 问说啊，到底要先跑，说先跑，收盘可能会回到500块以下，真的，结果真的是回到498.5啊。那为什么到了508，说真的不要追，因为它回到这个地方啊，还有一点点空间，那当然现在就是因为利多拱在这里，那各位去想，当时370的时候都没有利多，都是利空，大家告诉你看350，看300甜甜价，结果不会来。那现在大家告诉你说500你看到了，那不是不好哦，是先跑一下拉回再买，一定有机会，那当然还有很多好股票才是重点了，那我们昨天有提到什么预创来到缺口是不是要跑，对，没错。那今天早上很多同学看到一个利多，什么利多？预创的记忆体打入了车用跟切入了 WiFi 7，这么大的利多，我们看一下5351开盘开很高，你看一下江波图，而且还出量，你看江波图，看江波图，你会很刺激，你看啪，哇，483打到450，对，那缺口在461啊，所以我昨天是讲得很清楚，我说留一些给人家赚嘛，纵使有高点留一些给人家赚，所以今天有很多新同学就很高兴说，老师还好你昨天讲得很清楚，我说行情就像一条鱼，鱼头鱼尾给别人家吃嘛，我们吃中间这最好赚的80%，我们已经赚40几%了，够啦，有高点给别人赚，他就不会去追高，是，好，那再来呢，昨天我们提什么，我说联发科如果反弹1/3是不是要到760，对，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联发科一样看见吗？最高756，最高756嘛，那我怎么讲，那就不要去追联发科嘛，空手的不要追了嘛，你要去注意普瑞啊，或翔硕啊，你看一下4966普瑞，4966普瑞今天的走势，你看这多好，涨44块，对不对？我7字头告诉你，现在已经800多了，它已经慢慢的就往上拉了，那你再看翔硕也是569，也是从700出头一直拉，今天最高也804的，对，它的涨幅就一定是大于联发科，不是联发科不好，那现在呢？我说台积电也不是不好，是
从现在开始，如果你像今天你去追在500几的，嗯，或是前几天你买在498的，基本上这个肉不多，嗯，肉没多啊，然后因为370叫你积极买，这个地方你不应该一直买，拉回来再买。嗯，那同样的就是说，为什么提到说像联发科不好？不是不好，是说它弹的已经来到三分之一，你要去找什么？连三分之一都还有很大的空间来买。对。这才是重点，空间才大，肉才多。对，所以各位，我今天有一些新名单，哦、你注意看 哦。嗯，这些是新名单。惠特、金策、中探真、茂达。那你就发觉到，哎，少了什么？就是联发科我也不写了嘛，对不对？捷力。还有预创我也不写了嘛。好，再来就是捷力我也不写了，你会发觉它都不怎么动。嗯，老师昨天有特别提醒哦，不是不好、哦，是不怎么动。对，我们要跟时间赛跑啊。是。我们面对一样的行情，各位有的股票涨1%，有的股票快涨停。尤其昨天这一档，创维跌7-8毛啊，是不是？明君我怎么讲？拉回来刚好，你月线给你买啊，各位，昨天打回来，这个月线是给你买啊。你看一下江波图，好看今天江波图，你知道今天多少新同学傻眼了吗？哦，怎么会这个样子？昨天的低点937看不到了，开盘就是这样，啪拉上来，哎，你说涨停没有？没有锁住有没有关系？没关系那我说过我的股票不容易涨停，但是会涨不停，涨一个波段给你看，这才是你要的。是涨停会打开，是因为昨天有买的人，今天已经冲嘛，对，或隔日冲嘛，最近的隔日冲，对，或是早上有去抢的人一定冲嘛。可是我们不是看一天的行情，我说它如果反弹到三分之一，那不得了的大空间。好，那同样这个新的族群哦，等一下我们再用线型来告诉各位。没错，一档一档用线型来看哈，有线型就可以做保护，可以先哈，你可以做好你的对每一档个股的计划。早上呢？老师，等一下提醒大家，记得呢要看这个新的股票的操作的方式啊，包含了前三季 EPS 啊，每股净值券资比的最新变化。好，操作建议的话呢，记得呢用手机拍下张 CG 之外呢，也可以参考画面上面我们邓老师的大头娃娃哦，用手机扫一下 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 LINE 哦，相关的操作的建议跟策略，老师在 LINE 里面会有更清楚的分享。好，那各位看啊，早上到508的时候，我就马上印图哦。早上，今天是。这个12月1号嘛，我马上印，那我就觉得我算一下，它已经弹了整个大波段弹了43.4%了，所以我说这个地方休息是好事，所以我也劝同学不要太疯狂，370几、380、390，你不积极的买，现在来这边说拼命想买，踩一下刹车，会有更好的获利空间给你哦，你不一定要买台积电啦，你如果真的说要买台积电，这里没有买的人，你不一定要在这里买，你可以去找。股票比它低的，但是空间比它大的。好，等台积电稍微拉回一点再来接，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好，那另外看到下一档个股是普瑞。好，再来，为什么我当时告诉个联发科、跟普瑞、跟翔硕，我会选普瑞或翔硕这两档都 OK？ 为什么？因为台积电都弹了43%，我只要求弹三分之一，过分吗？不过分啊，三分之一在这里。行功呢？那我给他一个月，他慢慢涨到这里。那你高兴吗？高兴啊！你700多可以看到1100，这不是很好吗？你干嘛每天像小蜜蜂冲来冲去？不需要。喜欢做高价股就是买这种股票。又有基本面，基期又低，指标又刚交叉，你自己看。那券资比又慢慢在增加。这就是好股票。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觉今天联发科没什么涨。可是普瑞啪就涨。其实各位不要小看哦，这两天的差距已经差很多了。这两天这两档股票已经差100块了。你再给他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发觉，联发科还在这里混，可是他搞不好来到千位了，千元了。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看这种股票反弹三分之一，有到4位数哎。对，好，再来翔硕反弹三分之一，看这里4位数，对不对？那你看这个指标都很清楚。对，因为跌得够深，你看台积电都已经弹到了43%了，那联发科已经接近三分之一，760，接下来756了，所以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反而要你踩刹车，不要慌，很多好股票等着你买，那你也不用在乎大盘，为什么？因为很多股票它正在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为什么说今天有这么大的利多的预创，不好意思。开高啪就下来了，翻黑耶，很大力多哎，它的记忆体打入了车用，打入 WiFi 7耶，拍谁开高走低，昙花一现，这就是你要照技术陷阱才会告诉你的。好，所以翔硕你如果持有者续报拉回来都早买点，因为他就告诉你我的方向往这里走，
我的指标才刚开始，这是周线，明天就收周线、嗯、对，所以它基本上告诉你我未来几周我就是往四位数走嘛，嗯，那你就不用怕，大方向有了，好，买黑你就享受，你看前几天跌很好买吧，28号、29号、30号都很好买，嗯，不用等到今天大涨才追啊、哦，以这种方式好哦，拉回好再来，好，微风电子，哎，或许大家看到说，哎，威盛集团里面的很多股票很强哦，建达位数，对，可是你发觉它呢，后面的爆发力，我觉得也可以期待，为什么？嗯、光反弹三分之一是要看三字头，嗯，那现在才二字头，那你发觉它这个指标是不是很明显告诉你，我这个才刚交叉啊？然后呢，我又有基本面啊，你像没有基本面的，我们就不推荐。真正有基本面，基期低，本益比还算很低，而且股价大幅度修正，连三分之一都有很大的空间。各位，我们在跟你讲微风电子之后，各位去想，你200出头，如果说到了年底啊、哦，要做账，做到300块，100块就不得了了。嗯，200块到300块是50%哦。哎，对，所以反而是要注意这种好股票。好，反弹三分之一。昨天创维、嗯，为什么我说昨天创维跌个7-8毛？很多人都来问我说怎么办？怎么它突然往下杀、嗯？我说那个是给你买的，大家是会怕，真的会怕。嗯、结果今天一开，噗，最高冲到涨停。你刚才看江波图，为什么？我光反弹三分之一要看160啊、嗯。那我说过160不是直接来，它碰到100。附近震一震，然后再上120，它是慢慢阶段式的涨给你看、嗯，然后你看这指标很明显的，而且继续在券资比持续上升，在养空哦，慢慢会嘎空哦、嗯，所以如果昨天去看坏创维去放空的，今天就马上被嘎了，看起来是被嘎，哎，马上就被嘎了、哦，而且你会被嘎得很冤枉，你觉得说昨天看起来就是很弱啊，嗯，可是它就是来碰月线给你买啊，嗯、可是今天嘣。你看我早上印图的时候、啊、也还没有上100块，对，968，嗯，结果嘣涨停板是103，嗯，我想很多空单就马上被下出场了，对、嗯，那拉回来还是要找买点，因为这个目标在这里，好，好，嗯，所以是很棒的股票，对啊，技术线已经抓出来的反弹目标，好，那你看上尾投控哦，你会发觉到，哎，这个地方底都出来了，对不对？对，这两个大底哦，好，然后呢，如果反弹三分之一，我们先看116。好，那基本上各位看到今天的上尾投控如何？涨2.8块，站上101哦，哎，这是一个指标性哦。它前几天就是100块一直站不上，一直100块一直站不上，可是今天站上101，嗯，它就在往116走，强一点就往121走。对，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指标？是不是刚交叉？有，这个是不是来来黑翻红的第一个？黑翻红的第一个，那下个礼拜会不会涨？会，会，那这是周线哦。下个礼拜5天都是看涨的哦，是哦，所以 MACD 周线是翻红的第一根、哦，你现在看到都是周线哦，嗯、我才刚 touch 到，好，那你说我下个礼拜5天里面，它要涨到116，一点都不为过，嗯、很快很快哦。那另外这个是老师的新名单，好，那今天为什么会给各位看这一档股票？来，先看基本面好不好？来看这里，好啊，啊，股价多少？你看这本益比几倍？现在还有这种 股票个位数的本益比，本益比做个位数，哎，大盘涨2000多点哦，哎、嗯，我又找到这种好股票，第一个跌得够深，然后基期好低，是指标刚加差，嗯，然后本益比好低，嗯，反弹三分之一看136，好看136，所以你看它这个礼拜从87块到我早上印图最高是94块，嗯，可是你看哦，收盘收95.6，都上来了、哦，为什么？嗯，因为。它真的是有基本面嘛、嗯、对不对？前三季赚12.76，这不是开玩笑、嗯、那一年如果赚15块就好，或16块也好、嗯、我给它10倍本益比八股浪、嗯嗯、啊，我们就以技术线型反弹最弱势的反弹三分之一，那么136，这空间大吧，很大、嗯、你从90几报到136的有40块啊、嗯、这40块等于将近50%，对对，所以我希望说同学去找这种好的标的，然后你可以很放心的买，不要羡慕每一天不同的涨停板、啊、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涨停板，你不要多安那六、哦嗯、你要抱起来慢慢的赚、嗯、为自己比较踏实啊，为自己的年终奖金自己来争取啦，是好重要，30%、40%、50%你过年就很好过了嘛、嗯、对不对、嗯、好，再来为什么提到金策，来各位金策、哦、你看这个底型有没有明确，有双底颈线我也写给你看，叫做491。嗯，那底部到颈线，我算给你看127。对，安内力也要嘎呗。会会吧，安内嘎、嗯、来啊，一比一等距离涨幅升回来是加嘛？610多、嗯，对不对？
对，哎、啊，那你是不是利用它回撤颈线的时候，五百多、五百出头，你都可以站在这里买，然后到了这里就跑一趟，那这样是不是做起来就很轻松？所以金策也可以留意哦，线形出来了，好，中探针，车用中探针，中探针，各位看到哈、哦，这个线形，它这里是一个底，这里一个底，是大的底哦，这是周线大的底哦。然后你发觉到它前三季赚2.83，好，那你反弹三分再看这里，我觉得看50块几率很大，因为肖老师提到哦，它也是四分哦，是，对啊，充电桩里面的那个表格中探针里面刚好用四分哦，哎，技术线你用刚好，好了再来茂达，你看，哇，好漂亮，前三季12.3，本益比算起来低于10倍，反弹三分看162，所以你看今天。茂达强不强？强，我连续两天好。为什么那么强？那昨天是不是很好的买点？对。然后今天，而且带量。对。有没有？